惊艳欧阳询作品最新出土更新欧体风貌。2015年5月西埃最新发现欧阳询楷书刻石狄天德墓志，唐贞观。八年十二月念五日葬。近三年西安陆续发现欧阳询楷书新拓，分别是李煜墓志、贞观八年、王女诘墓志、贞观十年、邓通夫人任氏墓志、贞观十四年和贞观十五年的秋诗墓志，加上1958年发现的窦娘子墓志。贞观十一年及2015年5月的最新发现狄天德墓志。贞观八年新中国成立后共发现欧阳询楷书刻石六通无一墓碑均为墓志。